为什么要杀人？是有什么财务纠纷？被警方带到警局，始终低头不发一语。29岁的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吴姓士官，21号凌晨在台北市持枪对着地下钱庄的郑姓男子，行刑式枪击，朝着对方的头部近距离开了2枪，然后再开他的车，将全身是血的郑姓男子再往永和福和桥下停车场丢包。监视器拍下吴姓士官下车时看了一下倒在后座的男子，随后再换车离开现场，跑去新店的山区，企图跳新店溪轻生，但因为不胜酒力倒地昏睡，最后被永和警方巡线逮捕。疑似对被害人头部来行凶，他犯案之后将被害人的车辆连同被害人再到本辖的堤防外的停车场弃置。据了解，犯案的吴姓士官�曾向钱庄借了20万，已经还了300多万，还被追讨积欠的20万本金。他被高利息压得喘不过气，决定豁出去改造枪支，还自制子弹，把25岁的郑姓钱庄人员从嘉义约到台北和平东路的巷子里谈判。事前喝了酒壮胆，结果谈判破裂，犯下大错。遭到枪击的郑姓男子紧急送往医院抢救，院方检查发现他的头部有2个明显弹孔，有生命危险。详细的案情仍待警方后续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旺旺水神抗菌液，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的，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很好奇在哪里买吧，直接上快点购。